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。女青少庭长相甜美、直率个性，深受粉丝喜爱。去年她与交往三年的闪光哥结婚，正式升格为丁太太。少婷对于老公相当保护，总是以马赛克贴住老公的脸，但日前她难得 PO 出一张无马照，对老公甜蜜告白。少婷近期与老公一起到泰国曼谷旅游，由于天气十分炎热，已经是短发的少婷还是绑起了包包头，显得更加俏皮可爱。在这张两人合照中，闪光哥还是一如往常的被打上马赛克。没想到不久后少婷 PO 出一张老公等车时微侧脸的背影照，且完全没有后置，能清楚看到闪光哥的侧脸，帅气模样让少婷把持不住大喊我扑，更告白人生目标之一，一辈子迷恋扰老公。粉丝看了难得的无码照后也纷纷表示太帅了吧，更笑说快扑上去吧，等什么，闪光哥都被扑手了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少婷又极度保护老公的隐私。翻摄自少婷脸书，少婷难得 PO 出老公无码照。翻摄自少婷脸书，少婷左与老公到曼谷旅游。翻摄自少婷脸书。